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产业的龙头业者 Garmin 致力研发多样化导航及通讯产品，目前成真软体工程师，加入电脑视觉开发团队。如果你是软体或者是电子的工程师，硕士刚毕业进来，我们就可以提供年薪百万的福利，我们每年都会调薪，那表现好的人可能甚至有在 5% 以上，都很有机会甚至更高。高薪工作需要专业人才，流利的英文也是必要条件。你要有影像处理相关或是图形识别相关的一些开发技术，因为我们是一个跨部门的团队，那我们整个是一个所谓 Garmin Global 的一个企业，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产品呢，它我们会直接去面对各种不同国家的客户，那甚至像我们在内部在工程开发团队在讨论的时候呢，我们会面对到美国的工程师，必须第一线去面对沟通。满满的福利，欢乐的团队氛围，都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。那当初在选 Garmin 主要是因为就是Garmin 的福利其实是非常好的，有两年的宿舍，然后中午和晚餐也有共餐，其实我们可以省下来蛮多钱。吃住不用烦恼， Garmin 也提供员工交通车，还有丰富的休闲设施放松身心。那像休闲设施的部分，我们有室内的球场，那也有一些像是跑步机或者是滑步机，那如果你喜欢玩投篮机或者是喜欢做手足球或甚至是撞球，在这边都有运动场让各位尽情发挥。公司这边它有蛮多的社团活动，像是桌游社啦、足球社啦、跟篮球社。那像我自己的话，因为我对篮球比较有兴趣，那其实都还不错。如果你自认你自己的影像处理跟图形识别相关能力有一定的程度，那你对于英文的听说读写方面也觉得够有自信的话，那我们非常欢迎你加入我们团队。快上一一一一人力银行投履历。